看看新闻网。26号晚上呢，上海又将迎来全世界最美丽的音乐和最优雅的冰上舞蹈。作为本次活动的首席嘉宾，歌手李宇春也将与大家相约冰舞盛典，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冰面舞台上闪耀开场。而作为李宇春在冰雪世界里的首秀，庞青、佟健、安藤美姬还有蓝比尔等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都将到场与其同台合作，为大家献上一场不同凡响的视听盛宴。